陈志鹏上个赛季7胜9败，3.60的自责分率，整个球被捞到右外方向，右外野手看着球飞出去，岳振华首局首打席全垒打。哇，昨天中信兄弟分数是很晚开张啊，今天一局下半马上就由岳振华率先来开炮。本身有脚程速度以外哦，长打的爆发力也非常好的一名选手。嗯，马上就帮球队把这个落后给扳平了。好，再看一下这个球掉得不够低啊，就被岳帝给扫中了。对，大家在讨论说大巨蛋不好轰啊，但这两天都有打者能够开炮。对，这个那个时候。